感情路还蛮坎坷，对，都坎坷。很短面有28天，有48天。外面的朋友看到就会说啊，你一定是妹很多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没有安全感。我跟他认识真的也是7、8年，从来没看到他交女朋友。卡古全，因为我比较喜欢6号。6号，你有看他专场吗？他专场是什么？是摔人，摔人，摔人。他会摔人，你是摔人，刚好。我选一个很会吹的。可以借你帽子。哎，他们有火花哎，这样聊一聊。比了，来三。欢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。今天的任务非常非常严重，而且重要啊！是是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就是请到我们小明星大跟班最大声的来这边帮大家改一下。哎，对的，改什么呢？改一下台语。对对对，改一下台语不会啊？改一下，好好好。要改什么呢？我们上次有解决一下事情啦。有做了一个女生，然后我们来帮她选男朋友。对，但是殊不知。哦，反应太棒了。对，然后很多男生就开始报名说，哎，帮忙一下宪哥，我们这边常常挑起来也是会有一点出问题。但是不对啊，你们找一个已婚的来选女朋友，这样不是不是，没有宪哥，没有对对，我们这几位是担任这个爱情的军师，没错没错，欢迎 No 哥、May 还有小优。哦，三位是要当我们的顾问就对了啦，火眼金睛啊！因为我在演艺圈有爱情过滤器之称，哇，厉害！就是有男艺人要交女朋友，对，都会先打听你，就是询问我一下。你会这边有资讯？你不是爱情过滤器，你是爱情粘录机。直接厉害，怎么样？高贵啦，喂，高贵啊！好，好，哎，讲什么？啊，我亲像。卡古，我以前有交过女朋友了啊，有，单身多久了？我单身大概1年2个月，好像感情路还蛮坎坷。对，都坎坷。我交过8个女朋友，八个，但是有6任都是很不顺，有短命吗？对，很短命，有28天，有48天，有3个月，然后有一个48天那个，他就跟我说，如果有些事情有。隐瞒你，有隐瞒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我说其实还好啊，就是我喜欢你这样，我觉得是可以包容的。对。然后他说，如果你的女朋友在酒店上班，哦，哎呦，你会那很好，愿意跟他在一起啊？这样算了，人家要钱不用哎。但是我会觉得说，反正都已经喜欢上了，那我是觉得我是可以去包容的。嘉豪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这么堕落自己干嘛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也很久没有交女朋友了。多久？说看看。2个礼拜。2年多。比卡古久，比卡古还久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看我，感觉好像会很爱玩。你要知道，你们现在在访问，他们是都在听，偷听，然后准备分数，压力好大。他们会写下他笔记最喜欢的人第一名，正选，然后再写下第二名备选的，对对对。那有那最不想选的吗？没有，那就不用，那就摆在后面，因为剩下也就2个。哎，我觉得你要这样讲，好像在 cue 我的感觉。我帮你叫好多一点。他不承认自己幼稚，哎，怎么？我基本上跟他一样，也是有同样的困扰，因为我跟他以前同团的。哦，你们原本是同团，就解散了那个。对，就解散那个。啊，因为我们很习惯，就是出去的时候，譬如说我们在保姆车里面，然后开门出去都要自动 slow motion， 然后就这样。哦，就偶像包袱就对。就偶包比较严重一点点，就下车没有人，就下车就是，当然还是会有人。其实幼辰是想太多了。对啊，对，他常常绕啊绕啊绕。就偶像包袱，他必须是。已经成为偶像，你才开始。对呀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其实我今天这个会让我想到三片吐司有没有？他说先办庆功宴，再发片。后来庆功宴办好了，后来没有发片。所以我今天，那你这个偶包是？我有偶包，但是我不是偶包。对对对对，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问题。原来这个叫偶包。博彦呢？博彦，博彦应该身边的女生很多啊。其实我真的身边女生很多，他很多，我很多。可是因为我都是跟他们当朋友，然后到后来真的，比如说喜欢了，当朋友总有喝醉的一次嘛。没有没有啦，没有
这不是好的开始啦。对，不是很，因为我们都真心交朋友，可是外面的朋友看到就会说啊，你一定是妹很多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。可是如果我是在外面乱玩男生，他们也不会想要跟我当朋友啊。哦，对啊，那他们觉得女生朋友多就会。那你给他看你有没有乱玩呢？我真的没有啊，你给他看嘛。我想看他手机啊，手机哦，手机的，有一些手机的。小优，小优说什么？说我很妙，因为他就是我们跟他认识，真的也是七八年，从来没看过他交女朋友。那哪一种女孩子你会比较喜欢？比如今天这么多，而且可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不喜欢年纪比我小或者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。那么我想呢，直接就来选。好，卡古，这里总共八位女生，八位。好吧，这个是他们在 FB 上面的一个大头贴。卡古全一位，我比较喜欢六号。六号 ，OK， 号称运动甜心，蛮运动的。素颜是这样选他的吗？对，他照片很素。175是真的假的？175，哇，真的。但是他69公斤，而且你后悔吗？75公分，你有？我觉得你有看他专场吗？他专场是什么？是摔人，摔人，摔人。他会摔人，你是摔人，刚好。摔尾道人，摔尾道人。好，嘉豪选一位。我选一个很会吹的。哎呦，哇！国乐女神，我们的八号妹妹。哇塞哇塞，长得那么像你朋友呢？很像魏如云呢，这张照片。这照片蛮可怕的，有点灵异感。北线，这有点异境。我喜欢 surprise， 可以选这位来。好，哎，佑辰，来，我觉得那个泰国。那个泰国白星水晶晶，泰国慢慢的女孩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他今天直接是穿泰国和服，他刚来嘛，这两天刚来台湾嘛，刚到，宝拉，好啦，不是吗？泰国白星，但是啊，不是啊，宝拉哪有这么可爱啊？对啊，来，国宴的选哪一位？我觉得2、3、4看起来都不错，如果不喜欢，我们下一批。没有，我不要留中间，我包厢了，我包厢出包厢。喜欢姐姐应该三号，我选三号好了。三号性感舞姬，性感舞姬。哦，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卢晨真面目了。好，这我可以换一下吗？你要什么？好，他没有看。我让你换衰人，你可以换成李新文的 talking。没有错啊，依照啊我在国军啊这当兵这么有久的经验啊，我觉得国军比较缺少啊，就是跳啊性感肚皮舞的，我觉得会让啊国军弟兄精神抖擞啊，就爆速啊，就觉得会非常的有精神啊。你最近是李新文对啊？对啊，我当鸡桶的时候吗？我不好意思，李新文已经选定了就不能换了啊，好吧？那还是六号。好的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。一号，请自我介绍。1、2、3。哇！你看，选一号，对啊，这么妩媚，你看，超漂亮的。国际潜水小姐，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珊珊。珊珊，珊珊来迟。珊珊是个好女孩，跟她约会你就惨了，她常常迟到。珊珊来迟。来，到前面来，他直接表演一下，有才艺是吧？直接表演肚皮舞吗？来来来，这身材一定很好。来啊，你赶快拿过来啊！你躺着啦，你吓他干嘛？是，对，今天穿上这个，哎，没有人选你，你会不会觉得难受？不会，不会啊？为什么？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其他女生也都很漂亮。哇，客气，好善良哦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客气？他当然不会，因为刚才卡古说要选他的时候，我看到他有点那个，他那个头抬的时候，因为知道卡古他宁可没有人选，而且他手一直在持咒哎，对啊，一直在念哦。买，这位没有人选，但他有表演，好吧，一起来欣赏他的肚皮舞表演。性感，我的妈！好神秘的感觉，太正了，太正了，好暖哦！
点。哎呦，这个很美耶！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怎么样？他刚刚看我。他刚刚有对我们抛媚眼，对，他刚刚过来这样，而且先跟那个小月刚从泰国回来，他应该也会一点肚皮。啊，我小优也会噻，我只是肚皮很大，他是肚皮大，对不起。你的那个要有一支香烟嘛？换一下图，然后眼睛要抖一下，要抖啊，要抖啊，要换。很久没有事了啦，都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你们这些真不是朋友。人家小优刚从泰国回来，我们要关心他。好，手术有成功。好吗？哎，不要笑，伤口会痛。还在复原当中，复原当中。不要太用力，不要太用力。下个月还要再去。哎，好硬哦。二号自我介绍开始。大家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快。零距离女神，是是是啊，你有专长吗？哎，有。是什么？要带一首歌。下次吧。没有人，没有人选你，没有人选他，有够不捧场。你本来想唱什么歌？当然是唱《屋顶》喽，是宪哥的歌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下次有机会再给你。你会主持啊？嗯，小小啦，还在努力。搞笑，对。讲个冷笑话。冷笑话吗？嗯，来一个。请问地瓜拍照会变什么？地瓜拍照变地瓜，地瓜叶，地瓜叶。好，掌声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来，一起来欢迎三号自我介绍，开始。哇！热情，好热情。谁选的？博彦。博彦，恭喜！请自我介绍。我叫伊邦卡。伊邦卡，这个熟面孔嘛。了解，了解。有啦，很会跳热舞啊，很会跳。博彦等于是选的是三号。性感舞姬，等一下再让你们有互动。哇！这个美声小清新，这个没有人选啊，看起来很高追耶，168公分，以照片来讲是 OK 的，对，他长得有点像徐伟伦的照片上，对，那照片很美，哎，对对对，鼻子是真的，看下半身会不会一打开是露露，不要这样子啦，来，一起来欢迎四号自我介绍，来。自我介绍，莎莎。哦，我有听过你唱歌，真的吗？对，很跟他的脸不太一样。莎莎讲话，他的声音跟他的脸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莎莎声音很有磁性的。我唱歌跟讲话是两个声音，真的吗？对，真的。可以直接给他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对，带来什么歌？陈洁仪的《喜欢你》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没有在哦。李幼辰最爱和对新恋情十拿九稳。大家好，我叫小玉，我是泰国人。萨瓦迪卡。哇，好享受哦！李幼辰表情太猥亵，不行。如果跟你跳成这样，就他选的是卡古，也太残忍了。对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本人是喜欢的呢，而且他声音听起来好舒服，真的很疗愈。主要是他太有媳妇儿脸，对哦，长辈缘很好，比较成熟的脸。对，像这种女孩子，你娶下来当老三都不错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
是哦，第三个老二、老三、三个媳妇儿、三个媳妇儿，哇哦，转好硬哦，差一点戏，质疑，哎，被抓包，好好，过动了，来，下一位，五号有人选吗？嗯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他，好，来欢迎五号自我介绍，开始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的名字叫 Taco 儿。Taco 儿本人跟照片的差异，今天现场男神们个个是睁大双眼。你今天真的是来联谊的吗？今天是想要来相亲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要以最近的距离，所以呢，我很素的素颜见大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素颜，一点都没化吗？一点都没有，完全没有吗？就很素啊，所以他刚刚有把他的专场表演完了吗？真的，他在主持讲笑话，不是他在讲笑话。笑话，好，你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喜欢这种阿莎莉，跟我 PK， 跟我 PK。每当我的心想着你们的时候，会扑通扑通的跳。但是你们知道心是什么颜色吗？红啊，心就红色的，是红色。你们确定红色吗？要不要猜一下？的热络，会热情。对呀，红色，红色啊？怎样？红色，绿色，热情。那个和美，什么颜色？答案吗？和美感觉也有不知道，也不知道，连和美都不知道答案。好，来公布答案，黑色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首歌，每当我的心里升起你的时刻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。就跟着走了，对对对，好恐怖哦！结果没有人选他啊，因为兴趣是带小孩啦，我们都没有被带着走。兴趣带小孩，我学的是幼教，所以刚刚有提到能静能动。哪一个幼儿园啊？哎，对对，小孩，对啊对啊，去吗？没有，小朋友渐渐的大了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才可以避开啊。对，我说小朋友回家，哎。六号是谁选的？六号是卡古。哎呦，运动甜心呢？一二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我。哎，蛮可爱的。哎，不错，长得很像李谦呐。哎呦，有一点。你真的是你摔人，那不就是？就是摔脚脚力。等一下，你可以跟他有互动。对呀。哦，好吧。什么样的互动？嗯，那就摔人的互动。你啊，你不是会摔你啊？肩膀吗，宪哥？看到他的肩膀，脚力的制服好性感。对对，很短，很小件，而且他们深 V 的屁股大大的啊，脚力要裤子，而且你要弄弄，哎，会吃布哎。对，没有那么夸张。男生比较。你们有办法解决那样子的问题吗？就很快把他拉他。所以真的有这个，可以有啊，就是会有点会有啊，会吃布啊。后面七号跟八号都有人选。有有有。来，七号。泰国白龙王，白龙王，漂亮，漂亮，来自我介绍，泰国公主，大家好，我叫小玉，我是泰国人，萨瓦迪卡，谁选的？我选的。来，佑辰讲讲你的感觉，跟他聊一下。我要怎么介绍？我好紧张哦。萨瓦迪卡嘛，聊一下嘛，可以问他说为什么泰国人他那么白？对啊，为什么泰国不是有黑的有白的？你应该算是比较贵族的那种白泰的。我是从北部来的，北部的比较白，白属于白的。我好巧，我也是。然后你有没有看到泰国料理跟泰国舞蹈？哇！泰国舞蹈是那个吗？是那个。哎，耀成，我告诉你啦，如果你跟他们有办法沟通，你可以叫小优帮你翻译啊。小优现在也很熟，上次才去过。我只是背的比较像泰的，不会。OK， 这等一下让你们互动。国乐女神，国乐，国乐，谁选的？我，科学家好啊，我选。好，厉害了，自我介绍，预备，开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美珊。啊。会吹，哎，来一下，大家好挑的，聊一下。对，希望等下可以欣赏到你的表演。哦，哇，他在跟呢，他太跟了，他在那边，我很紧张，很久没有跟女生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错，现在就是要让你们互动了，但是他们已经都写好答案。他心中，对对对，刚刚有说，差点忘记有他的第一名正选，
谢哥如果没选到就不能互动，要连线就对了，可以可以互动，互动完之后你选了人家，人家再亮出来他有没有选你啊？对，搞老半天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游戏规则嘛。来，那哪一位先来？那就佑辰他了。佑辰请。佑辰跟谁？白馨慧。白馨慧，泰国白馨慧。哦。来来来，欢迎他们两位的互动。欢迎。你要跟他互动，你赶快吃你的饭啦，该吃啊，没办法，你要边吃边互动，好好哦，然后甜美哦，笑容，哇，好享受哦，不要想你表情太猥亵，不行。非常到地，非常到地，香哎！不是香，佑辰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一点诚意都没有，怎么意思？对呀，那一点点，吃多一点呢，对不对？你还在偶包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因为我想看他，因为他刚看我的时候，他眼神会有点这样，有点害羞这样，是吗？我本来想说闹他一下，结果后来看到他整个眼睛很柔软。对呀，他干嘛？吃啦！你如果心里面永远有偶包，你就很难跟人家。对，来，怎么了 ？KTV 唱包子 ，KTV 包厢。停停停停停停，有叫你自己吃吗？他会帮喂你。很辣那种。小玉的笑容好美哦，他笑起来。大口一点。两位的感觉怎么要从交谈开始，好不好？聊一下，聊一下。我们给你们两个小两口的时间，一分。他也很认真在看我。开始。对你认真聊，认真聊。泰国菜非常好吃。真的吗？对对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，因为我其实。是你刚刚不敢吃啊。我不是不敢吃，是因为你那音乐放下来，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肩膀很想动，然后就刚刚就很奇怪，就一直有乡土味，但其实我刚刚很想看。直接问他说你电话号码几号？对，等一下。不要在这边装害羞。对啊。欧包，欧包，你是不是这样？欧包可以丢掉吗？丢掉了 ，OK， 欧包丢掉了。朋友，对啊。够够够。好好好。如果你待会没有事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就是哪里吃一个东西，喝个饮料的？哦，没有啊，这也要看看他刚刚选的有没有选你啊。对啊，对呀，有没有配对成功？好不容易突破了，你没有偶包，我没有，你只有包。看来小玉带来的泰国舞蹈和他娇羞的眼神，让你又成窝法抵抗。但你也先别急着约人家，搞不好小玉喜欢的不是你呢。歌家好，美山浪漫，唢呐临沂，吴宗宪本性难移。觉得很小清新的感觉，小清新大喇叭，唢呐，乐器啊，对不起，那小唢呐大喇叭，小唢呐大喇叭。选的是卡古，也太残忍了。对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就不好意思。其实我很爱吃啦，真的。到底小玉心中是否有佑辰？哎，好紧张，没有就没了。二，丢掉吗？丢掉了。OK， 欧包丢掉了。对，够够够。好好好，如果你待会没有事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就是哪里吃一个东西，喝个饮料的？哦。你是二号是备胎，备胎没有关系，没有人备胎。佑辰，佑辰，你永远就是殿后，你知道吗？泰国五强侠团体内讧。那么，请小玉来解释一下，你喜欢的是客家好。因为
因为我喜欢就是健康的男生，然后有肌肉，哦，就看起来很弱，可以在练就对。你讲讲你心里面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我感觉人家的备胎，没关系没有，我不会觉得是备胎了，因为基本上我看他眼睛在看我，他应该是有释出爱意。哎呦，皱眉头，皱眉头哎，没有，我刚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神带有一点怀疑，想说你想太多。对呀，没有他刚。我的时候，他是有一直这样，他在跳舞，他一直这样，真的没有，他是看后面的加号，没有，为什么没有选我？对，跳舞的时候那是一个表演，真的吗？对，逢场作戏。你是这么，你是这种逢场作戏的人吗？对啊，难道真的滑进？怎样？滑进爱情的坟墓了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两位没有那个，那就不好意思，没有第一顺位，他没有，第二就没有。如此劳燕分飞，来，就是你。好残忍啊！猫冰果，好残忍。Sorry， 回位子喽。第二一位，那我们就来看博彦了，好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博彦。博彦的选择是谁？我选三号。三号，两位一起来互动一下，来。哎。朋友可以对你这样跳热舞，专业的，受不了，好有劲哦，受不了，受不了哈，那么喜不喜欢呢？好吧，有一点受不了，但是我让你们直接交谈啊，你选的人家嘛，那个你平常练跳舞的地方在哪里？可以去看吗？在我家，在你家，那你都在，先约不啰嗦，会在客厅练还是在那个房间？房间床附近。那你对钢管舞有研究吗？钢，我可以帮你当钢管啊。就是练习，我们可以赶快结束这段情色的对话。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有机会可以教我跳跳舞吗？好，没问题，这合理合理。OK OK， 可以。你选的人家到底我们的啊？哇，会紧张哎，好紧张哦。哎，如果连备选都没有怎么办？一起来看看，到底他选的是谁？一、二。外面的朋友看到就会说啊，你一定是妹很多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很妙，因为他就是我们跟他认识，真的也是七八年，从来没看过他交女朋友。三。不好意思，又是柯嘉豪哎，哎又柯嘉豪，哎柯嘉豪今天点错了，点台率太高了，连二啦，连二哎，好热门哦。好，那么跟他讲，你选了他第二，至少是第二嘛。没有，刚刚不小心填错了，因为刚刚那个 rundown 上面顺序你们的名字是这样，然后我就。真的想说这两个人都不错，所以你还是想带我回家了？当然了。哇塞，这么直白，没有主动，活生生的，不要再换口供了。你选的 number one 就是柯嘉豪，不好意思，劳燕分飞啊，没有选中那就不好意思了。好，再来，这张留着做纪念喽。每一个都没选中，卡古好了，卡古来了。你看他们都没中，你应该信心大增了啦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你确定啊？我可以。可能会被摔哦。嘉豪先，嘉豪先，嘉豪先，好不好？哦，来来来，一起来看嘉豪的是哪位？八号，很会吹。好经典，活跃女性。为柯嘉豪先生带来这一首。这边是八十一了，来。
车嘞。耶、yeah. ！好的，那么两位，哎哎，你好，啊，太好了，香好，香香，你心中的这个感受，好不好？其实有点惊吓，有点惊吓吗？惊吓，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的难。当时是因为对啊，为什么？被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会这个乐器，跟我们家北管乐，音乐世家。我从国中就开始，就是开始练习，对，跟着出庙会，庙会，庙会，真的会的哦。这个因为这种乐器很广泛嘛，是不是？庙婚丧喜庆都有，对，婚丧喜庆都有。对啊，如果不好的那个俗语叫欧康 A 啦，哎对，欧康就是丧事的那一种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懂哎，他真的。而且那个一套的那个音乐一起，一般后面都会接阿公这样子。对对，这次是嘉豪，这个算是不是啊，有点紧，轮到嘉豪讲话。可以来，可以来，希望你常来台北。好，对我如果不方便，我愿意开车去接你。其实我们蛮常来台北工作的，好会聊。可以来看我们他来台北工作，庙会可以去支援，可以庙会。今天原本也有在板桥有人，真的。那我要穿你的制服，要绑头巾吗？我可以借你帽子。好好哇，哎，他们有火花哎，这样聊一聊，好聊得来哦，好聊得来，越顺哎，真的。柯嘉豪在你心里面的啊，两个人不害怕，等一下应该说没有我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先说。等下先开始。对他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很小清新的感觉，应该因为我喜欢被照顾。哦，我喜欢。人家都会什么小黑松大两口啊，或者什么啊，他小清新大喇叭。谁呀？哎，小唢呐，小唢呐，大唢呐，大唢呐。那小唢呐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小唢呐，大喇叭。在经过美山令人大开眼界的唢呐演出之后，柯嘉豪和美山似乎擦出了火花，究竟有情人能不能终成眷属呢？卡古问您爱的角力互动，互动线看到乐不可支。哇，好 man 啊！接热了，接热了，接热了！不是你起来干嘛？你躺好。麻烦来一个十字固。可是他是卡骨，他不是整骨。他再下去就要啊！是来年底哈。很多女生看我，感觉好像会很爱玩。很久没有交女朋友了，多久？说看看，两个礼拜，两年多，两年多。三，卡古，真的？其实我很喜欢，其实我非常喜欢。催人出头天啊！催我都会更喜欢。不是不是，应该没有没有，应该因为家中毕业，有可能他们缺那个吉亚钢。最近出点的奥迪，他是出来选车的啦，要开车的那一种，爱拖路啦，拖路。你比较适合上山啊，好，你才适合上山的。你们不要这样子啊！你看，你刚要选他的话，两个冰狗。对啊。来，我觉得应该要让当事人聊一下。我们想知道哎，嘉豪是里面算真帅，我想知道他选卡普的原因。对，你怎么会想要选我？卡古他是一个很幽默，然后很真诚的人，就是跟你讲真的。谢谢。他没自信。那嘉豪的外表让你没有把握？嘉豪，我觉得他外表很帅，可是没有，就是有一种比较难亲近的感觉。包袱啊，你的包袱太严重。会改进，我会改进，我会改进。但是你在当中你也选了博彦。博彦也没有，博彦也是比较亲民的感觉，就是比较。所以博彦跟卡古的外形很接近，蛮像的。他的意思，他都说好亲，对对。都是幽默的长相，很幽默。一般都是你选人家，很少人家选你。对啊，没想到你选了人家，人家还没选你。哎呦，
我需要改进啊，我需要改进。他为了表达心中的歉意，再来一首。他去整的跟他不一样。你要不要整的跟我一样？他会吹小苹果，哎，真的吗？这个吹小苹果可爱。来来，小苹果，听听看，来来来，听听看，来帮你收音。哎呦，哎哎。这个你怎么这么熟悉？这一张嘉豪拿回去做纪念，永远记得人不知道。哎呦，我就是很帅，我对不对？人家从今天回去，我要照着卡古的型打造一下我自己。不会，不要这样，发型都是你的，发型都是你的，烫个鸟巢，烫自然卷，头发还会长回来。两位没有这个成功，来来来，劳劳燕分劳燕分飞 ，say goodbye。来来来，哎，剩下一位谁？剩下卡古，卡古，卡古，你要跟谁互动？压轴，我要跟六号运动甜心，摔人为标记，运动甜心，运动甜心，哦，运动甜心来到现场了，来来来，但是让他宽衣一下啊，谁？他要表演，谁要？哇，好 man 的，比我帅，大家看他可怕。平常在家里，山猪都会摔我，因为他很喜欢看那个日本的全日本摔跤。我被摔是有点习惯，但你这么撞的，我真的是没看过。你在结巴什么？你在结巴什么？对啊，是因为他肩膀比你宽吗？对啊，拜托，哎，我的背跟他背完全输了，你知道？我才像女生吧？来，两位互动一下好了。聊天。来来来来来，直接来直接摔。互动不是聊天吗？不，不用了，没有摔，要先互动。你的互动是最棒，有肢体接触哎。对啊，因为我享受享受，你可以碰。来 ，Go！ 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嗨，等一下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！哎呦，牵手了，牵手了，放松哎，要牵手了！哇！好被欺负哦！恭喜恭喜他！有没有有没有空中那种的？空中还有还有，这个叫做抱腿摔。第二招，再来，大外哥，大外哥，大外哥，外哥！哇！三摔，还有一个过肩摔，第三招，第三招后腰桥，哦，接着接着接着，好强啊！好，哎，这个就是要我们这种行家，不是你起来干嘛？你躺好，你起来躺好，好痛那个。我现在知道你会的东西了，是麻烦来一个十字固。这个你一定会吧？可以了，可以。摔跤它是脚力的，我知道，但是这个一定也要学的。可是它是卡骨，它不是整骨。他再下去就要啊！看看摔点你好。对呀。左手哥，宪哥忘记你是啊，他以为你来做示范的。好，以为来做示范的，再来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就好。好。过肩摔一个就好。好。Oh my god。这个交谈一下，聊个天，聊个天。嗯，开始。虽然刚刚都是你在运动，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比你还喘。紧张，紧张。好想看他们打枕头战哦。我会被打死吧？聊天，聊天。对，其实我平常在恋爱的时候，就是也会比较像女生的感觉，比较 M 一点。那所以感觉这样的方式，我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所以说。然后这样的成果，然后是你这样，其实我还蛮开心的。对，希望就是有机会能够一起去跟你练习摔跤。但是你有信心吗？人家选你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不要再摔我就好。我是有一个准备的一个礼物，然后想要送给他。真的，还先送礼好哎，很有心啊。你先送礼物，然后人家去选嘉豪那边。哦，那还是先不要送好。你要早说了。
因为我知道这个通告大概是三天前的时间，我最近花了几天时间，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卡片。哦，这么可爱。然后手好巧哦，怎么看起来像红包？花了两天时间，然后希望你会喜欢。哇，手做的。OK OK。哎，真的很女生哦。对。可以打开来看的，对。高追哇，里面还能打开的，是可以打开的，这么细腻啊。然后后面是我的自己画的卡骨 Q 版，是手工卡片，对，我自己画的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哇，那不错。哇，这么细。哇哇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自己的照片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一左一右嘛，对，然后真是希望说，因为这个卡片是献给未来的你。对啊，未来的你就可以发照片。他应该没有什么自信吧？因为哦，前面都是对啊，都是帅哥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跟他们摆在同一集。哦，没关系，没有人呐，还是要一个谁咖？没关系啦，决定好了。好，好的，到底他选择的是谁？一、二、三。看来卡普为了今天的联谊费尽心思，尽管接二连三的被运动甜心给过肩摔，依旧努力的展现了他真诚还有幽默。到底他能不能打动文玲的心呢？决定好了，好的，到底他选择的是谁？有28天，有48天。如果你的女朋友在酒店上班，其实还好啊，就是我喜欢你这样，我觉得是可以包容。三，为什么会选卡古？对呀，怎么会想不开？而且而没有选那个帅哥，有没有博彦？对啊，连佑辰都是第二名。你该不会是觉得他比较欠衰吧？因为他很幽默，之后他很搞笑。不，但几个比较，你结果你刚好就选中他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比较喜欢搞笑，所以我们也很喜欢。还是因为你赶时间，那个笔画比较简单。不要不要出，不要这么随便，好不好？怎么念？好，对，来来来，卡古最后真心诚意跟人家，讲几句话。因为我刚才在摔的时候，然后你都会跟我讲说，你的腰就好好放着，然后放松这样。对，我觉得你感觉是真的不希望我受伤，然后很温柔，对，然后笑起来也很可爱，因为我很喜欢笑容很甜美的女生，然后也觉得你很活泼，漂亮，对，对，而且希望你之后也可以。在路上有怎么样？你可以保护我这样。什么的？不要看，这一太窝囊了啦！是保镖吗？开玩笑，太窝囊。那希望如果我们之后有机会怎么样的，希望我们可以就像我上面写，相知相惜，对，然后互相的关怀，然后互相的为了未来打拼这样。可以一起坐那边，对对对，过去过去。你好棒啊！今天就祝女方家非常好，希望赶快找到女朋友。对，好，谢谢我们三位，谢谢我们，谢谢。